好，谢谢主持人。我就下去了。好。欢迎大家来到刘远的公开课哈。那个这是我的这次第一次网络班的之前开一次公开课。那么谢谢大家的踊跃报名。没报名的同学也不要灰心。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次公开课，大家都可以来听。那么就是说时间会比较短嘛，对吧？一般公开课时间比较短，所以一般大家都会画一个头像，但头像能够诠释的东西毕竟是比较偏少的，所以今天给大家画一个 Q 版， Q 版的这个绘画的速度会稍微能完成的这个速度会稍微快一些，这样也方便大家看一下整个一张画来完成的话需要哪些步骤。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像，看到这张图就是我已经算是画好的一张，它不算是海报级别吧，就是一个平常大家如果在公司里边，这就是一个设定级别的一张图，算是 Q 版偏厚图这样。那么今天也就画一个这样程度的一张 Q 版的图。好，我把这个分享的这个区域变大一些。对，大家画 Q 版的时候也有这种偏这种厚图的，也有薄图的哈。其实绘画的速度来说的话，薄图的话会快一些啊。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画这个角色吧。这个是阴影区域哈，不用管。这个是什么呢？让我去掉它。走开。好了，还是一样，设置一个笔刷，设置一个笔刷。那么现在线稿已经画好了哈，就是线稿已经画好了，并且我已经把它你说。你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框变到上面去了，能把它拉到中间来吗？大家都看不太清楚。等一下。好的。等一下啊。什么情况？我先结束一下。这位可以看到吗？OK 吗 ？OK 的，谢谢老师。好的。那么先去画这个角色哈，现在线稿已经画好了。然后一般来说，我在 A4 纸，这个是手绘的线稿，手绘的线稿大家可以看一下。手绘线稿的话，我会画几个角色，大概这张图上有三个，我把这个角色移到这边来上色哈，三个角色，然后。很快速的把它画好以后呢，就可以扫描到电脑里上色了。那我选择了这个角色，先关掉。那么现在这个区域的这张底色我已经给它铺上去了，现在就可以考虑它的这个配色问题。那么一般来说不用犹豫就可以给它先上一个，我们新建一层皮肤的颜色。好，今天是几乎是上色是从头画到尾哈。我们底色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比较偏灰一点，然后颜色的话偏稍微冷一些的。那我们常见的肤色就是基本上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所谓的肤色一般都是这个区域的颜色。那么你
开始选底色的时候，我们选一个肤色的底色的时候，可以选比这个颜色偏深的，然后在这个色颜色的基础上我们再提亮，那一般会选比它更冷偏红的，是吧？偏这个颜色。好，一般来说这个厚涂的话线稿最终会抹掉，所以这个线稿它起到在绘画作用，它只是起到一个提醒你的作用，就是说它提醒你的这个造型的这个界限区域这样的一个作用。现在我的这个我的左手就是在按着这个括弧键啊，放大笔触的放大缩小，这样子的话你涂的话会比较快。也有人说你线为什么不封闭然后直接油漆桶，实际上都可以哈，只是我不觉得那个能省太大的时间，因为你要把线封闭的很严谨，你也需要时间去检查，而且那样的线都我觉得会，反正我不太适合我吧，可能没有习惯那样去画，所以一般都是随便一画，然后自己去把这一层的这个颜色涂好。这里发际线的话，先大概一涂，这个地方最终你画好的时候，一定会稍微涂抹一下，然后让头发跟皮肤之间的颜色能够很好的融合一下，不会太截然。平常大家有没有画 Q 版呀？因为我刚工作的时候画的就不是 Q 版，但是后来转了一次，跳槽了一次，然后当时是做 QQ 幻想嘛，是 Q 版的，所以当时觉得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而且本身自己也喜欢，所以就大概画一下。大家看一下这张图上的肤色的区域，大概就是这个区域哦，大概就是这个区域，把这个字换一下。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他跟这个你艺术家吧，就是说 CG 艺术家或者插画家，他有一个区别，就是你所能会的这种风格最好是多样化一些，这样子的话，因为公司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提案让你去设计，如果你的风格太少的话，你可能会很难实时的进行调整啊，所以自己最好多一点风格，比如说最近这个暴雪又出了新游戏，是科幻的，时尚科幻，偏现代一些的科幻，不是那么硬，偏软，所以又是一种新的风格啊，也不是很新，但是对于暴雪的粉丝来说是一种很新的风格。那么我相信这种风格一定会掀起一个小风潮，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去。好了，肤色我们先大概定一下，咱们尽量画得快一些，然后开始画发色哈。发色的话就定一个黄金发吧。那么金发的话我们会定个大概是上面这个颜色，那我们画底色的话会画哪个颜色，如果按照皮肤刚才那个选色的逻辑的话，我们会选哪个颜色。对，首先我们会选比它深一点的颜色，往下走深一点颜色，然后呢偏冷一点，就是偏红一点。上次公开课已经有说过，就是
这个调色区域哈、啊，这个区色彩的这个实色区域，偏冷的颜色是在这个区域，偏暖的颜色在这个区域，很上面这个区域。那么最暖最暖的，你看火焰的中心，对吧？灯泡的中心，火焰的中心，它都会是这个颜色，对吧？火焰中心当然它有别的颜色，就是说一般来说高温的暖的颜色的中心它会偏这个颜色，冷的光中心它会偏这个颜色，就大家大概知道一下这个逻辑。那么以它为中心向周围散射的话，那么这里的颜色都会偏稍微冷一些，偏冷并不是说是冷色哈，就是偏冷一些。那我们头发就选这个颜色没关系，我们分层画，等会如果觉得不好看的话咱们再调。就是你的画面有冷暖的，随着阴影光影色调啊，你的颜色有冷暖区别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冷暖到底是怎么去画，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没关系，咱们先把色铺好。现在的绘画的过程基本上都在平涂的方式，对吧？薄涂的平涂的这种方式来画。所以大家说为什么画线稿，其实画线稿的人大部分是由这个平涂，对吧？薄涂演化到厚涂的一种类型的画法，对吧？日式韩式的这种绘画方式的一种演化，跟欧美的直接画是不太一样的，色块涂法是不太一样的。大家也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配色，配色怎么配。电脑太慢了，走开。配色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些配色的方案，那这些方案的话大家如果去网搜的话会搜到一堆配色方案，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三四个颜色怎么配，但是配出来的效果呢大家其实从配色表上是看不来好坏的。为什么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同比例的，然后都是小方块放在一起，你看不来好坏的。那应该怎么看呢？是靠你自己去记，对，你去看到一张好看的画，一个好看的服装，一个好看的任何视觉上面的东西影响到你，让你觉得好看的，然后你就会把它这个颜色呢背下来，你自己会把它背下来，然后进行尝试。尝试的过程呢就是再次巩固到你的脑海里。那么今天我画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基本上我配的大色调都是黄褐这种所谓的大地色系，是吧？那么不外乎还是按照这个逻辑继续配色哈，没有上色的地方我们继续上，我们就一步步让它升起来。基本上都在黄色褐色这个区间内，那么这叫做同类色嘛，同类色以后的它的颜色的话看起来会很稳妥，偏雅偏朴质，对。实际上如果你的这个色彩明暗包括色调冷暖关系
如果这个技能如果你掌握的非常好的话，我觉得什么配色你画出来都不会太难看。你可以说你画的这个人不是很会穿着，或者是配色很俗，可是你不能说它是否定它是一张好画，如果你的技法很好的话。那我们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在什么地方。今天是一步一步画，所以会比较慢。但是慢，你一天也可以画，上班的话你也可以画两个了，最少，上午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基本上你也能画两个，完成一天工作任务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自己平常画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画的稍微再精致细致一些。就是说一个颜色它不一定出现在一个区域，对吧？它可以有很多地方，它可以有同类色，这样子的话你画面的颜色不至于特别繁杂，看上去特别花，不会特别花，颜色都会在同一个类型。那我们看，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人的配色都在这个区间内，对吧？那么如果都在一个区间内的话，会稍微有一点闷，有点太普通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补色给它画一个，给它配一下色。大家放小看一下，因为它占的比例不是很大，如果说一张图你有一个主色调了，就是这种咱们说的这种大地的这种色系，土黄呀、褐色呀、灰色呀，这些已经作为一个它的基础色系了。那么小范围的来一点补色，其实效果会比较好。如果你的一张图一半补色，一半蓝，一半黄，然后又没有一个能够调和它们之间的颜色的这样子一个方案的话，你的颜色就会没有重心。裤子这边，大家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哈，放在那个问题栏里问，等一会儿咱们可以看一下。还留了一些地方没画，那么留的一些补的地方没有一些灰色的地方没有填色，那就不填。为什么不填？等会儿大家看啊。好，基本上大的一个配色就画好了，进一步画哈，进一步把它的这个五官给它你可以在图层这边起名字哈，如果你选，你图层很多选不到图层，你不知道哪个图层是哪个的话，你可以起名字。比如说眼睛，你可以起名一个眼睛，是吧？中国英语。但是就比如说皮肤，对吧？英文没关系，只要能够让你知道它是什么地方，是什么颜色，哪一层是哪个区域就行了。那么这张画它最深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呢？最深的现在咱们采取的颜色就是这个裤带跟它的这个护腿的这个小腿这个部分，这个颜色啊，可以说是靴子的颜色。那么这个眼睛的这个颜色咱们就不能选得太深，
为什么呢？那么你这眼睛这个颜色好像就脱离了这个配色的区域了，所以一般来说这个颜色咱们就可以选这个颜色，可以选这个腰带的颜色。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都是在用平涂的，薄涂的方式在画。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继续画下去的话，可能就兵分两路吧。就是你也可以继续这样继续画，成为一个薄涂的一张图。你也可以等会儿咱们开始厚涂，看怎么进一步让它变成一张立体的。眼白的颜色，眼白颜色大家一般选哪儿？眼白的颜色没关系啊，可以多尝试。灰些，在配色的时候，你的那个思路里边就已经有它的质感的一些配比的一些方案了啊。比如说我觉得它的扣子应该是金属的，这个时候就是虽然说你现在是平涂，但是到时候你上色的时候它就会呈现金属的，这个往金属质感这个地方去画，跟这个本身这个衣服，你说它是皮也好，或者说是它是布料麻布也好，它要做一个质感上面的一个反差。质感的反差还是挺重要的，让你的画看起来就比较丰富嘛，质感上的一种丰富度。这个地方画了一个什么？哦，不管。差不多了哈，然后开始咱们开始厚涂。
都合并了吧，这个地方合并。加深工具，上次看过我做第一次公开课的时候应该都知道有个加深工具。加深工具的话，这个压力曝光度要调的稍微低一些。中间调，它默认中间调就中间调吧。默认的笔刷是，这个很柔化的这个笔刷，没关系，就用这个。我觉得这个肤色本身它有点太亮了，可以再暗一点。这个在什么地方给它加深呢？就是你觉得这个地方是照不到光的，咱们的光假如说在这个区域啊，咱们假定一个光的区域吧。这个光的区域，比较常见的一种光的打的区域哈，偏正面，然后从这个上方的斜上方来指定，这些地方应该都是找不到光的，不管，给它，你就给它用力的给它。眼睛感觉太重了，稍微淡一点。眼睫，现在还看不出效果，没关系，一会儿就。凡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你觉得它照不到光，或者你觉得这个区域大部分面积照不到光，那你就给它往黑的，给它记住这个压力不要太大哈，曝光度不要太大，你就可以自己的去经过你的这个次数来加深，而不是一下就把它搞得没法收拾。这个光影，大家说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光影，设置光影怎么练？基本上我觉得设置光影的话，就是，你有平常有这个默写，特别是你的素描练习，光影素描练习，你练的多了，你自然会发现有些区域它是，对，就是光照不到，你自己会有一个脑海里会有一个模拟的一个能力，慢慢就会有。但你要不练素描的话，这个光影，你像我的光影也是，如果我长时间没练素描，我长时间的没有做一些速写练习，慢慢的我的光影我也就慢慢会退化，这个东西还会退化，就你时不时的你就要练习一下。好像出现了一个问题，
好，基本上现在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色系的一个配比跟这个光影的一个方式哈，光影的一个新建一层，然后这个光我就关掉了，就不要它。这个时候干嘛呢？这个时候就开始画比较，因为咱们画的阴影现在都是比较虚的阴影，还是有一些阴影它是非常明确的一些阴影，一般会用到的颜色是这个地方。明确的阴影是波图也会有的，不管是厚涂还是波图都会有明确的阴影。我觉得基本上，为了方便画的话，一般来说我是除了肤色以外用一种阴影色，就是这个颜色。肤色的话我会选另外一种，因为，哎，你说。是，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哎，你说。能不能把您的手机拿远一点？因为这边有时有那个电流声，或者说可能接触不太良。哦。好，行。好的，谢谢老师。哎，真吓人！知道我手机在旁边，侦探啊！肤色我就先不画了，等一会儿肤色用另外一个颜色。你上印的时候你也会补一些线啊，一些线是什么线，一个是画线稿，它目的就是一个是来框定你的这个造型的区域，再者就是线还有一个充当阴影的作用。那你说鼻子这边为什么会有一条线，一个是它是鼻梁的一个轮廓，再者就是鼻子那的右边它会有一个阴影，一会儿会画到。我们设计一个铆钉的，有点像铆钉的扣子。基本上我的绘画方式是一步一步的，大家能看出来都是一步一步，思路都是一步一步的，不是说一开始咱们就铺色，什么都是从一个大体的色铺到最后，只要细化，最终效果就会 OK 的那种，不是那种，是一步一步铺色，一步一步，思路是这种一步一步的。所以我是觉得我这种思路，大家学起来可能会能听得懂吧，应该比较容易听得懂。我觉得我的这种画法就是开始会比较慢，因为你一直在铺色呀什么的很慢，然后还不能画过边界，就是小心翼翼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画的方法如果是到中后期的话会加速，就是因为你开始的这个铺垫非常的谨慎，那你后期的话就会方便一些，所以就是一个先慢后快的画法。你看大家看现在其实还是平涂的感觉，有没有薄涂的感觉，没关系啊，今天可以我把这个思路画的尽量慢一些，就是我把本来可以一起带过的东西我都一分步骤给大家画，这样的话大家好理解。所以比较硬的所硬的阴影哈，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叫它，就叫比较硬的阴影，就是它不是很柔和的那种散光，它是直接的阴影，直接有物体离这个阴影区域的很近，所以它的这个没有这种散射的这个羽化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很硬理。不管是画这个 Q 版的角色也好，还是画这个比较写实的，哎，其实我不是很爱用 Q 版跟写实来形容一个画，我觉得这形容不科学。但是就是说，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了，觉得这样叫大家好理解，那么就这样叫。因为我觉得一个风格就应该用一个风格去叫，而不是统称 Q 版。因为有一些变形夸张的，头身比例比较小、比较少的这种角色，它并不一定很 Q 哈，它有时候是很犀利的，所以说你用 Q 来把这个一概而论是不科学的。就好像有人说，是我们画的是日韩风，我们画的是欧美风，其实这种叫法都，我觉得都是给策划听比较好容易理解，是吧？但美术内部你这样叫的话，就太一概而论了，因为每一个国家它的风格都是非常多元的。没关系。这其实现在的过程就是你设置光影的过程，你自己在设置光影。咱们再画将近半个小时以后，咱们休息一下，然后我看看大家的问题。如果你是薄涂的话，这个阴影的区域你要画得很细致哈。你像如果是厚涂无所谓，因为咱们最终会把它还是会慢慢的就把它覆盖掉了，所以不用那么纠结，大概有个想法就可以把它。因为头发是比较通透的这个黄色，所以我们用阴影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用哪个颜色。大背头，你怕画出去了，你就选择一下。
然后你画的时候也可以把透明度调一下，你看我们直接就把这个区域都给它画出来了，不一定非要开始肤色哈，肤色其实也可以直接用这个颜色。领子挡的这个地方，你多少小细节的阴影都要注意一下。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画 Q 版的阴影、光影的布置啊，可以，我觉得可以买点手办，因为手办里边它首先它是立体的，实体的。再者它就是又是有风格的，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他们的这个五官啊、身体啊，它的一些阴影的布置地方。基本上它的这个眼睛里边内部还是冷色系的，所以我们阴影还是用这个颜色去做。大概的感觉已经有了啊，所以我们的阴影层就大致做好了。你可以把每一个阴影层放在你的这个布置的这个颜色上面，比如说我裤子上面，我专门给裤子做个阴影层，然后上衣的话，我给上衣上面做个阴影层，每一个色区都给它做个阴影层在上面。比如说我新建一个层，然后做阴影层，然后我开始画，对吧？你也可以就是说整体它在最上面做一个大的阴影层也是可以的。那么现在阴影层画好了以后，接下来就是继续深的地方给它伸进去，因为体感这个东西就是你深的东西要伸进去，你的这个体积才能衬托出来。所以有些人开始画厚涂的时候，很多人开始画厚涂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深的地方不敢深。所以说你的这个素描的这个虚拟的能力就要平常要训练起来。我们给的它好像
好，接下来用个涂抹工具，可以开始用涂抹工具了。涂抹。涂抹工具，笔刷的条，调整。什么地方开始可以虚，什么地方不必要虚，对吧？大家可以着重看一下。光滑圆润的地方，我们就给它虚的这个指数大一些。这我现在画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我每次画画都是这样，就是这是一种绘画的方法，给大家教了一下，教一下的话，大家可以灵活运用啊。挺快的，再画一个小时应该没有问题，就把它就可以搞定了。一般来说就是四个小时一个角色嘛，你可以用时间长一点来设计，多设计几个，对吧？一般你不可能只设计一个，你如果上班的话，一个策划案过来，你可以多设计几个。你像我是一张纸上画了三四个，一般这样，然后选择你自己满意，或者是选择跟大家讨论以后比较公认、比较效果比较好的，然后你再给它上色。发现没有？我这个地方给它虚化，但是底下并没有虚化，为什么？对，就是大家可以去想哈，为什么？有一个地方我忘了给它画阴影了。可以给它补画一下。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阴影的，因为他这个头发发际线挺高的。这块应该有一些遮挡。对，大家看现在是不是效果好一点，就没有那么怪。就是刚才那些步骤，包括加深呀，然后上阴影，然后涂抹啊，这都是可以反复去做的。你只要觉得能达到你的这个效果，最终的这个效果完成度的这个效果，你就可以不停的去调整。我觉得这个头发的颜色可以再调整一下，因为它现在太凝黄了。我觉得凝黄的话，颜色不是很熟，看起来有点不舒服，稍微调整一下。好，好，大家先看一下。对，光影差不多就给它布置成这样啊。好，接下来就开始厚涂了。
还是选择亮色哈，选择这个咱们描画的亮色。可以把这个放到线稿，咱们现在这张是线稿啊，这一层可以放到这线稿上面。设计的设定的不对，后头的时候就是这个设计就行，设定就行。这个时候就考验大家的这个对于体感的这个你的这个感受力啊，就是我哪个地方画，哪个地方不画，怎么练习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你平常要多练习速写。这时候线稿，大家问线稿子什么时候盖掉的，现在就在盖，对，就是这个过程，慢慢的给它盖起来。有些地方不需要盖的就不用管，只盖你觉得需要盖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照进来一些，就给它照进去一些。有没有体感了？体感慢慢就出来了。我开了这个对所有图层的这个取样啊，我开了这个勾选了这个，所以我可以对这一层底下所有图层进行模糊涂抹，我连线都涂抹掉了，所以有的时候线也是可以通过这一步涂抹掉的。你看，这时候线起到了一个阴影的作用，我涂抹线其实它就是阴影，它是一个黑色的一块阴影，我把它涂均匀了，它就是。然后耳朵的刻画，为什么麻雀虽小，为什么五脏俱全？就是别看它都是一个个的小东西，但是你要把它刻画好才行。好，大家看这一步哈，
就是这个肤色能不能进一步调整，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肤色亮面效果不好的话，就是一边调整一边换。因为皮肤是通透的，所以皮肤的阴影的区域有些地方它不是黑色的，不像一般有些不通透的质感，它阴影是死黑的哈。皮肤是通透的，所以它的这个阴影有的时候是泛微微的泛红，特别是在这个交界线区域跟反射区域，你给它画一些红色的色调的话，它的颜色会更好看。好了，皮肤差不多了，咱们今天可以画头发了。等到画了你觉得差不多到60%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停手，不用继续刻画。到最后画到最后的时候合并涂层。现在的话可以画完再说。头发的话可以，先把整体的区域以大片的方式给它画出来，是吧？不要小的这个发丝，因为你一开始扣发丝的话，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会画的非常慢，而且它的整体的这个区域区块的话是不明确的。你只画了质感，但你没有画体感。现在8点了，大家可以去休息一下，然后10分钟回来咱们继续画。好的，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去个厕所喝一点水啊。那我们继续开始放音乐。不要把上厕所和喝水这种事连在一起。那先喝水再上厕所好了。如果你想去厕所喝的话，我也不介意的。
的，面包也会有的，哪怕是确实福利也会有的，都有的。不要把主持人的口误提出来嘛，这明明是两件事。你们想要什么福利呢？哦，对哦，那像这个时间啊，我觉得最好不过是唱一首《分手快乐》了。但是我真的很怕，明天要是真有人分手了，找我麻烦怎么办？不行不行，要是有人找到我揍我怎么办？我打不赢别人。对，我们都是优秀的团员。嗯，有问题的话把问题提到问题栏哦，如果放到公屏的话会被刷掉的，老师看不见的。厕所的水喝完了吗？喝完咱们就来首歌。不要憋着了，赶紧去上厕所吧。好的。那我觉得还是来一首比较甜蜜的歌吧，不然真的有人揍我。表白，
说单身狗不是人是狗哦。刚才有谁说刘远大大去厕所喝水，我差点笑喷掉，太坏了你们啊。录像会有的，在优酷搜索我们原话人就可以搜得到。对，这个叫单身狗。那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大家厕所上完了吗？嗯，上一次老师也在我们这里上过课，视频的话可以在优酷找得到。这 BGM 是不是转得有点快啊？我该放点小清新的，对不对？然后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有问题的话把问题提到问题栏里面，放在公屏的话老师会看不到的。在讨论栏的旁边。洗脑的画法就要用洗脑的音乐嘛。对了，大家不要提一些奇怪的问题，会被我删掉的，太过分了。嗯，我们是有官方录屏的，在优酷上是可以找得到的哦。还没上厕所的赶紧去上啊。对了，只有一分钟了，上厕所和喝水可以同时进行。嗯，好，我回来了。好的，谢谢肖申克。好的，我们继续吧。先回答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是什么？一个就是说，大家说涂抹工具的设置哈、啊，我这样给大家看的话，会不会大家能好看到一些？设置，现在我设置一下啊，这是涂抹工具，然后这是设置，看到了吗？强度，点选这个可点可不点无所谓的，主要是这个三步，对吧？看到没？有一点三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涂抹工具的一个。然后还有人说好用的笔刷，其实我就用一种笔刷，我就两种笔刷吧，平常一个就是就是这个笔刷，这个传递钢笔压力，这里填钢笔压力，然后就传递。你只要看到它的笔刷的大小不变，但是它的浓度跟，对吧，它的浓度压力度随着这个钢笔压力变化的，这个我用的就是这个，上次用了厚涂就用了这个，然后那个要么就不用，这个就是填色用的，大
大块的填色，基础填色的，或者是涂这个最初的选区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就是两个。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拓展这个笔刷的运用，以后可以尝试着拓展一下，据说可以提高绘画的速度，到时候再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勾选哪个以后，它的这个涂抹会，勾选哪个涂抹会影响所有涂层，就是这里，对所有涂层取样，勾选了就是对所有涂层都，你可以试一下，不点选的话就是只对这一层涂抹，如果是点选的话，它是把底下都能涂抹，咱们可以试一下哈。我现在不点选，现在咱们是头发层对吧，头发层我们不点选的话，现在是不点选，看到吗？你只能影响到这一层，线什么的没有被影响，因为线是在涂层三日线层。那如果勾选了会怎样？机子会变慢一些，但是它就是会影响所有的底下的颜色。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哈。好，这两个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里。还有说颜色怎样画不脏，然后配色怎么配好看，这种问题它就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啊，一个慢慢的练习跟一个解答，可能一下子是没法解释清楚的。怎么会脏？脏有各种原因，一个是你的配色可能配的饱和度各方面的，或者配色各方面的会出了点问题，它就会脏。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不均匀，过度不均匀。过度的不均匀的话，有那种脏脏，就是那种斑渍的感觉，会感觉到脏。而且，你看我这种画法，它是比较均，就是画出来是比较匀的这种哈，没有很明确的笔触，这种很匀的，这非常容易脏。因为你一旦不匀中不匀，就会脏，对吧？你看有些人他画的那个肌理笔触，它其实是斑斑滋滋的，但效果很好，因为那种它本来前提就是要求画面有质感，不要求那种都很均匀、很光滑，所以那种画法它反而那种就不会脏。但这种画法它要求的就是，你既然要画着光滑的话，你就不能出现那种斑斑滋滋的那种感觉。好，那么咱们就继续画了。我经常会在旁边画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看他我的选区选了没，如果没有选区的话，有的时候画出去，但是你画出去的你不一定能意识到，所以有的时候旁边画一下，选区已经选了，我是把选区隐藏了。有人说为什么你画不出去，因为有选区啊，我只是隐藏了， Ctrl 加 H 就隐藏，再加 Ctrl 加 H 就是出现。可以画，开始画衣服啊。你自己可以设定一些，就是说，它本身这个颜色，本身现在咱们画这块这个颜色哈，包括这些颜色，它也可以是一个不用动的，是可以保留的一块颜色，比如说。我这块我就保留了，保留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会有等于领子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小的转折，这个就是大家画的时候的留意的一些地方，你的画面就会比较丰富啊。就你要是画的很平很平这样画的，你的画显得就会比较简单。对，画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宁方勿圆"，
就是说圆中带方。那你比如说我这个口袋的这个上面这个盖子，我这个地方我就不是这么很均匀的画下来，而是我这个地方就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增加你画面的这个趣味感。对，画面方中圆中带方的话，会让你的画有一种小，有一种隐藏在里边的一种劲，对吧？一种力量。你比如说，特别是线，你比如说，我这样很圆滑画的一根线根，有转折的这种硬的这种，哪个看起来比较有力量？对吧？就是说，这个是要练，就是你的线，你既能很圆滑的画一根线，同时你还能画出这种有一点劲，隐藏在里边的一种劲，一种流动走向，但是它又不是完完全全的这种柔滑的这种感觉。大家平常练习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方面。所以一些块面它也是一个道理，块面的话我们也不给它全部都画成很光的、很光滑、很圆滑的转折，我们也可以画一些比较硬朗的转折。这就是你画的时候的虚拟，你自己脑海中虚拟出来的这光影的体感的这个转折。这个需要大家去，就是说你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有些人说我练习怎么练习了很久也没有一点起色的感觉，那就是因为你练习的时候是无目的的去练习，没有一个目的性。我练习的目的是什么？我要通过这个练习解决哪些问题，对吧？可能你不一定搞清楚了，那你就会画了半天，然后可能临摹的很精致很像，可是抛开这次练习，你再去自己画的时候，你脑海中还是不知道怎么画，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练习的时候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怎么来？就是问题怎么来？如果你自己有一个能力，就是说你看到一张画，你觉得这张画很有趣哈，很有意思，然后很好看，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好看？你会不会经常会在脑海中问一个问题？那有些人说，哎，怎么这么厉害啊？就完事儿，就不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那好厉害，这人好厉害，好强，好有天分，好老弯了。但实际上，所有的好跟不好，它隐藏在里边都是有一些道理的。对，这需要你自己去探讨哈，自己去琢磨。当然你首先你得有这个琢磨的这个精神，然后你能不能琢磨清楚，那是其次。对，你琢磨不清楚，老师可以在这边可以帮助大家一起讨论。哪些地方光是照不到的，这些地方之前画过的地方，画过影子的地方，它就照不到的，就把它忽略掉。就是我们现在画的区域只是光能照到的地方，然后在光照到的地方我们分布它的这个颜色。这个地方照到一点，
如果不绕道的话，这个领子就完全跟后面融为一体，对吧？这个区块给它一点光的话，就是全靠你自己设计嘛，对吧？光影也是一种设计，看你怎么设计它的光影。好，然后我们就在这一层上把这个上衣都铺上颜色吧。金属就是这样，它金属的亮面它高光很亮啊，就是选择的话就是暗的地方很暗，亮的地方很暗，亮的地方很亮，暗的地方很暗，它就会这个质感它就是金属质感它就能呈现出来。你看，就刚才设计画这个扣子的时候，就是设计的是方，就是铆钉的这种方钉的感觉。那么你上色的过程中，就可以把它这个感觉画出来了。也光是这个地方射下来的。那么这四个面哪个面最亮，你就会有一个大概的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如果光是从这边射下来的话，那肯定是这边最亮，对吧？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对光无时不刻的脑海里边都有一个光的感觉，就是我这光从哪射下来的，然后它会影响到哪个地方，哪里会被影子挡住不用画，然后哪里特别是这种金属的地方，哪个地方我需要画。好，那我们在这一层顺便把这个银质感画出来啊。就是刚才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上任何的色彩取向的，那就是说它是一个银色的，银色就是灰色的，我们可以把底色考虑成灰色啊。行，为什么得偏一点黄呢？我就用纯白不行吗？我用灰白不行吗？我为什么要用一个带一点点黄色，带一点这种橙黄色的颜色去上呢？因为咱们假定咱们的光源色是黄昏的，光源色有一点暖，这是咱们的一个设定哈。如果咱们的光是大白光，那就不需要。对光的这个冷暖设计也是，国内有很多人画画，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光是冷的，冷光。那么我画的基本上都是暖光。我吸一个色，把这个地方就化掉了，就是这个地方它线稿是多余的，吸一个色把它改掉。好，继续，这个地方都是阴影哈，发现没？那么就不用，我们就暂时先不用，先咱们这一步是先把亮的地方化掉。画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它的这个体感啊，所以你画的时候就是有肌理的这种感觉就画出来了。这个地方就不是很光滑，这边有点像骨头，那我们就先这样画。就是要考虑这个刀鞘的这个体感。那我们就不能说全给它画上，全给它画上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就是说你自己得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这个光到底能照射在这个刀鞘上的哪一个区域，哪些是照不到的，你自己大概有个
那我们假说指这个地方是能照到，而底下只是微微能照到一点。对吧？这样的话它的体感会就被你这样子慢慢就给画出来。对，有些地方可能金属质感不是那么强，那么就给它阴影的地方给它画出来。刚才所有没有画颜色的地方，其实都是想给它画成这种银子质感的哈，或者说是灰色的这种金属质感的。有浓有淡，这个把持这个控制这个浓淡自己去，这个需要大家去自己去积累一下。这个地方浓一些，其他地方淡一些。后边的这个鞋的话，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画面的重心了，对吧？所以就大概给它描绘一下就行了。对，时刻考虑这个体感哈，时刻考虑这个体块的这个受光面的这个方向角度，然后你画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复杂的体型，复杂的体感，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复杂的体感。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只画一道，我为什么不把它全部涂满？因为它是有一点面朝下的，我画的只是它的一个厚度，这样子的话效果就出来了。就是你这个事儿靠大家自己去积累的哈，就是我画的设计的时候，我可能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咱们现在都还没画反光，先都不画反光，等一会儿再开始画。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寻找这个裤子的折子的这个面积哈，就是
你一旦就是说把这个体感给它找到位了，这个面积面收光面它卡得非常好看的话，它的这个体感就出来了，要否则就是效果就会大折扣。我们在底下这个层给它把靴子的这个靴子的鞋带啊给它画出来，可以用红色让它颜色更加丰富一些，选择一下。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时候可以这样子，对吧？鞋子新年一层，这一层我们可以是颜色。为什么我现在不直接在上面画而用颜色呢？因为我如果直接画的话，红色的鞋带它会不能随着它已经画好的阴影而伸下去了。你看我现在是随着它的这个鞋子的这个阴影是深的，对吧？淡的地方是淡的，那也就是说你不用画好鞋带再重新把鞋带的阴影再布置一遍，没必要，因为你已经布置了。好，画好就合并了。裤子也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不能自动的弹回去了，没关系。我们在这层把鞋子的这个颜色也给它画出来。如果觉得它颜色太灰了，可以加点饱和度啊，提高它的饱和度。就这个工具啊，它有一个降饱和度跟提饱和度，就是这个海绵。大家可以把 Photoshop 的这些功能基本上再理一理，可以理一理，理一理效果更好。看看啊，这个包，这个包。有时候这个颜色在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去，有些地方的设计你会随着你画的时候觉得有些不妥的地方你会把它改掉。
顺着这个纹路画，顺着这个画纹的纹路画，就是大家为什么要练习，就是说单个单个人物去练，而不是一张整图去画呢？整图画的话，练习的是你整体的一张插画或者是一张这种海报的一个绘画的练习，但是单个人物你也是要练习，因为它的受环境光影比较少，你画的画面尽量要体现它的固有色，因为这个东西画好以后你要给 3D 去建模， 3D 贴图的时候它分析你的这个环境光，它就如果你环境光画太多的话它会头疼，所以大家基本上颜色都是简单然后冷暖一致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地方可以就给它卡在这里，可以卡进来。嗯，对，对，纠结包怎么连接，连在设计身上的时候，你可以干脆把它连进来。对，我今天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你画的东西没有裸体，没有这个裸体吧，我还说没有，现在这不好像刚才有点漏哈，现在改善了。放一边，顺着这个阴影哈，大家看这个皮肤的阴影，顺着这个阴影把它的光画出来，你可以无限制细化哈，包括上面的花纹啊什么的，袋子上你也可以画一些花纹，如果你想画的话也是可以画的。咱们现在先不画，咱们先把这个一张画往完成的去画，先把它完成。基本上这张画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上色已经到了百分之，我觉得有50%了，50%的话咱们就可以合并涂层了。如果你想保留的话，你就保留一个，保留到这儿一个，复制一个组合并，不想保留你就合并吧。一般我会保留一个，因为你万一出错了呢，比如说你万一你现在想选头发了，你已经合并了怎么办，对吧？哎，我们想选皮肤怎么办，对吧？你还可以保留一个这个当选区。好，现在合并了以后，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层上面就可以进行调整，那么开始就是各种自由变换是吧。各种不蒙的地方给它
边新建层一边画，然后一边合并。九点半之前都是可以的。啊，行，没事，我这个还得一阵画才能画完呢，咱们就可以慢慢画。对 ，Q 版有 Q 版的这个结构哈。有些地方的线，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让它消失。眼睛是一张画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它需要的时间，费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现在就是刻画调整的时期。
调的装饰物也是一张画不可缺少的啊，就是你的画里有的东西看，除了画面整体看过去我觉得比较视觉上比较好以外，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一张画它开始进行液化，液化功能没关系，因为这个 Photoshop 是我刚安的，这个液化的时候钢笔压力调小一点，显然他的这个额头有点太大了。让他眼睛圆一些，对，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先这样。这时候去掉三步，毛发的话用涂抹工具画还是很方便的。基本上现在就是说你该有的质感也都画了，然后只是体感还不是那么精细哈，就是说整个画面的程度还不是特别精细，你如果想继续刻画的话是可以继续刻画的，如果你想给 3D 建模式完全已经够用了。是不是涂抹一抹立刻
这时候涂抹不要点全部啊，不要点这个，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层了。如果你都合并涂层一个层了，你还点那个的话，会有什么恶果呢？给大家看一下，会有什么恶果？看到没？你把涂层一的这个灰色也弄上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试一次，如果你弄错了一次的话，印象会比较深刻啊，因为你只听我说的话，你不一定印象那么深刻。我有次画那个类似于那种皮草围脖哈，一根一根毛就这么涂，我就这么涂，我把这个点远了，我忘记把它，我就这样我就涂得很开心，因为是分层画的嘛。画完以后我以为是出来的是什么效果，我以为出来的是这个效果，结果呢出来是这个效果，我当时就对吧，记忆深刻了，就再也不能这样是吧，就要注意啊。你可以用笔一点点把它画了，也可以用涂抹工具啊，我觉得这都无所谓，你觉得哪个方便就用哪个。你说我现在不想用涂抹工具，我就涂抹工具画，我怎么都觉得我画的，我一用涂抹工具我画的特别腻，那你就不用。反正这个就是一个画面的一个完成度的一个慢慢的画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在画面的70%的时候。线是不是都盖掉了？不是所有的线都盖掉了，一些感觉会影响到体感的线我都盖掉了，就是说它只起到了造型的区分，但它没有起到阴影效果的，那么我就给它去掉了。像它在阴影里，本来像这种都在阴影里的，我把这抹一抹一成一块颜色了，我也不用，我懒得画了，就可以不画是吧，因为我把这个深色给它抹出来慢慢涂。当然这都是非常细微的一些东西，大家其实不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整体的，就是说绘画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就随便听听。比如这根线它没有起到任何的体感的作用，不用它也可以。什么地方用涂抹不同的涂抹工具，用那种还是这种，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哈，可以试。我觉得如果说块面的话，面积比较大的块面，你比如这个地方的块面比较大，我就可以用那种，像我现在用的这个涂抹工具，用在小的地方画出一些小的结构很有作用。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涂一涂，这个小结构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就还是用这种。
速度会比较快一些。面积大的地方你可以用这种，记住不要涂到边缘了，边缘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留一些笔触也挺好看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看一些笔触，你觉得你想留着你就留着吧，不一定完全都要涂抹得一干二净的。你比如说脏哈，大家会说脏，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对吧？额头这个地方就显得有点脏，为什么呢？不均匀。再处理一下，面我觉得面积越大，然后就越不容易均匀，越容易脏，应该是这样。还有一种脏就是你的体块没画出来，也容易脏。咱们把这个体块给它画。基本上可以画一些反光了啊，看大家看，注意一下我反光的用色。咱们的光定的是傍晚的暖光，那么反光咱们就可以定一个冷光。这样的话有个冷暖对比效果会比较好。当然你说我反光我想用暖光行不行，也可以啊，其实没什么问题。咱们还没画侧光呢哈，等一会儿画一下侧光。这个侧光小画完以后，你的画面的这个，它会把这个轮廓的这个体感给你框出来，效果比较明显。那你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两边都一画得了，对吧？咱们可以把这边的话可以出现这种。一个体面的感觉，对吧？体块的这种四个面的这种感觉就给它出来。那这个地方我能不能用这个颜色？因为它是金黄金啊，黄金它不是这种银色的，所以它反光的话不能这么蓝，这么冷。黄金的话咱们用一个暖光吧，实际上不用完全都一致哈，是我们都冷的，小的一些小的区域我们可以反其道行之，因为它
这个铆钉的这个扣子它有可能反的，有可能反射的是你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个颜色，你衣服上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暖的，对吧？就是这是它衣服的一个反射光。金属的这个金属的亮面，不提一下金属的亮面是不行的，一提它的效果才能出来。这个去掉，你看你原来的 Photoshop 它没有这个保护色调，一般你看现在保护色调它颜色它不简单，不要保护。亮的地方给它亮起来，就不用你一笔一笔画了，但是你一笔画也可以，因为这种画法的话它画出来的这种金属都比较 Q， 就算你画的是写实人物的话，这样的画法画出来的画的金属都比较 Q， 因为它都是中间亮圆鼓鼓的这种感觉。上次有一个人问我说，有些人是人说这个金属画的越薄越好，我不知道他这个薄什么意思啊，我大概意思就觉得大概理解就是说棱要有棱角，然后棱角的这个倒角的亮光给它画出来就会比较有质感。那么我这种画法就没有倒角，就是圆鼓鼓的这种，各自有各自的好处吧，我觉得就不一就不一样，就不需要全部都一样，但大家都有对可以都可以尝试一下，选择自己喜欢的，什么都会，然后我觉得基本上你又会薄涂又会厚涂，然后会 Q 版，自己掌握一两种 Q 版，然后写实的你又会画这种古代风格，又会画这种时尚风格，现在时尚风格非常重要，当然咱们是从就业角度考虑啊，从艺术角度考虑不用考虑这么多，喜欢什么画什么，但你从就业考虑的话，时尚风格比较还是需要大家去揣摩的。咱们把这个刀上面的花纹画一下吧，怎么去掉这个颜色，不要这个颜色，这个地方去掉，我们用了一个涂层叫饱和度啊，是不是大家看不到，这是饱和度，然后饱和度我用了一个灰色，那么它就是饱和度就会降低，它就成为了一个灰色，成为一个灰色以后呢，咱们就可以把它当这个银色的这个质感去画了。所以说你前期把每个颜色都不好，还是后期你慢慢的再往上添这种各种各样的质感的颜色的话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效果不是挺好的吗？
深的地方给它伸进去。现在就是大家就是这个进度已经在80%了哈，就是说80%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可以各方面的去调整，其实已经是到各方面调整阶段。试一下这个睫毛。没必要。哎，不画这个眼睛的高光特别难受，画什么？一画以后，它的这个感觉好很多。其实人体分好多。材质质感，一个是毛发，对吧？一个是毛发，一个是眼球玻璃质感，一个是皮肤半透明质感，还有像指甲这种，指甲什么？指甲什么质感？指甲的质感，对吧？反正它是不同的质感，包括衣服上面的各种质感。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进行各种提亮，不想用笔画了，就这样。其实就是说你知道最终的结果是怎样，至于你的流程过程是怎么样，都是随意，你最终那个结果达到了就行了。这个叶子草给它画出来，为什么涂不出去啊？好了，就不回答了哈。然后这个叶子的方向，对不对？可以去自己去设置。对吧？它体感就出来了。很快啊。好，接下来头发的高光，比较圆的这种。
甚至你可以用一些比较鲜艳的红色去把皮肤的这些地方再去提一下。把肤色的这种通透感给它弄出来，好，比较关键的一步就是测光，可以不画啊，就是说全凭你自己的兴趣。测光的颜色由自己来定，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张画是一个暖色为主的画，你说我想用一个冷色的测光把这张画用这个测光卡得更加的明显，那你就用冷色的，也可以用无色的白光都可以。这个光的卡位呢，就是说这个体块有你自己的那种设想的这个结构去定。这个测光一定颜色要亮啊，明度要亮，因为你不亮的话，你画一个深色的就很奇怪了，一般都是淡色的很亮的，然后卡在旁边效果会非常好。你用比较娴熟，就是说这个 Photoshop 的这个笔你用的娴熟一些，你这个卡的就会画的就会很快。鼻子的那个角度是会，假设它是会照到光的，就给它所有你觉得可能会照上的，一般来说都在这个角色的另外一边啊。你说我这个地方也卡一点是可以的，你说我这儿也卡一点，那光照不到的啊，就是这个光怎么设置，这心里得有个谱。跟着结构走，为什么画不出去啊？
对，大家先看一下，对，大致的感觉都出来了哈，就是说差不多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我们还可以画的更加的，可以继续深入，再给大家教一招吧，感觉不送点小干货好像不行，这个草就先合并吧。啊，草没有画，就说好像哪儿少了点什么。出了什么问题？金属的亮光我们还没有提，这个只提了黄金啊，这个都要咱们都要提一下，一提这个画面的质感就丰富一些。圆滚滚的金属特别适合画 Q 版，金属的话就算曝光也没关系，像这种曝光，你如果皮肤，你说我皮肤也曝个光有点怪哈，有点怪，这一般我就金属上面我才有些造型，比如说这铆钉的造型还是可以细化跟推敲的，但是咱们就因为它已不是画面的核心，所以说咱们就不纠结它。好，然后画给大家教一招，画，比如说咱们要画这个裤子上的这个线啊，让裤子的质感更丰富。咱们可以这样画，画完了以后让它来一个描边。因为你描边以后它的就自带阴影的感觉。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先设这个描这个边，然后你继续画，它就会自己带线啊，就这个边缘会自己带线。大家会说这有什么用，这看起来很弱智的感觉，没有什么含量，但实际上这个作用是挺大的。你要画一些花纹的话，你比如说你要画花纹的话，你没有描边跟描边是绝对不一样的，你必须试一下，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但大家一般不会用到，是吧？你用到你试一下，那效果就是很不一样，会加快你的绘画的，特别是画蕾丝呀，然后画一些花纹呀什么的，还是有作用的，对吧？我新建一层上面继续画，我把这个图层的这个属性，就是刚才描边的属性，算了，我直接给你在这设置，对，这个
个新建的这层楼也没有变。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不用一开始就很费力的把线先画好再填色什么的。甚至就是说有的人说我用色块画，我不用那个先画线稿，那也可以啊，对吧？你说我画一个手，你画个手，那我先把手的这个轮廓我先画出来，我就没有画线啊，对吧？不用画线，就先用这个方法把它画出来。这是一个思路，其实这个思路也还可以，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对吧？这是一个思路，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想一些。好了，就把这些删掉吧。继续完成这个。有人刚才问哈，我刚刚想起来，加深就没有这个色彩的冷暖变化，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加深了，它只是固有色的加深，是不是就没有冷暖色的变化？是的，确实是的，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哈，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你还是可以有办法的。你比如说，我这加深了，我这都是深的颜色。哎呀，不对，选一个替换。我们吸这个颜色，现在这个颜色是这个颜色的加深而已，没有冷暖变化。那我们可以选一下，调整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了？所以这都靠大家去调试。生个画图层的话，那个描边就会可以，就是可以被咱们描处理掉一样的。是是，细节也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些细节，包括你说扣子的造型呀，包括花纹呀，其实你看这扣子的花纹跟这个花纹是一个花纹，跟包上这个花纹是一个花纹，就一个花纹的变形。你多记几种花纹，你画画的时候就不会思路枯竭，对吧？有些花纹适合用在带一点这种古典装饰的，有些是用在科幻的，这都其实都是装饰，科幻也是装饰，对吧？老师，你可以进一步，哎，差不多了是吧？啊，对的对的，您看能不能挑选比较代表性的回答一下？啊，行，这张图差不多了，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怎么了？回答一些问题是吧？好，我看一下啊，笔刷硬度啊，不是笔刷啊，对，笔刷硬度我喜欢用100%的硬度，因为我觉得那种边缘柔化的那种笔画出来东西容易腻，但有些人用的很好，不是所有人都用的腻，就我用的比较腻。
很抢高光吗？强烈的反光抢高光，你觉得抢吗？还好吧。设计花纹，花纹这个东西我觉得，刚才有个人问说推荐一些花纹的书籍啊，花纹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靠记的。东方有东方的花纹，西方有西方的花纹，不能混用。混用的话，如果你让你画一个西方东西，你用了个仙鹤是吧，你用了一个梅花什么的，就有点怪怪的。但是你要画西方东西，你东方的东西，你说我用了个十字架，那些古典的东西你用十字架也怪怪的。这个东西就是自己要靠区分。最好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伊斯兰的花纹东西方都能用，那它介于中间，多记一些这种伊斯兰教的这种花纹，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时尚风格是指什么？时尚风格，其实你看，大家现在比较，不管是《最终幻想》，还是这种，现在咱们常玩那个剑灵，甚至是现在马上就要上暴雪马上要上那个什么游戏，叫什么《守卫》什么先锋？哎，什么？这个游戏科幻的，它里边也有很多时尚的东西。时尚东西就是当下流行的，就是时装周啊什么的 ，T 台上面那些服饰。那些服饰跟现在咱们游戏里边的一些固有的东西结合，所以说有些时尚的东西，现在流行时尚的一些东西，大家也要关注一下。高大上档次的网站，有一个 Pinterest 是吧？一个 P 开头的一个，有点像花瓣，花瓣也不错，上面的图都还挺好的，大家都可以去搜。笔刷就是刚才已经无数次说了，其实不是说非要用哪一款笔刷，就自己调，不管哪款笔刷都可以调到这个地方哈。就是传递里边的钢笔压力，然后平滑，不，这个无所谓，就是传递里边钢笔压力就可以了。钢笔压力里边你就调钢笔压力就可以，这个地方不用调，这个你也可以调。对。这个反正就是这个笔刷，然后我看看，液化不会影响涂层的，涂抹会影响到涂层。液化的话，你是哪一层你就调整哪一层。液化一般都是我合并涂层以后会液化，不合并的话，你不能整体调它的这个形状。立体意识就是素描默写嘛。你素描多练，你多默写，你这个立体的意识就会好一些。就好像你，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学高考的时候会画人头像是吧？有的时候你进去往那一坐，你思路脑子就乱了。其实你一乱，你画不了，不知道怎么画。这个时候说靠的是你这平常练习的默写，你画的时候是半默写半一半默在默写，一半在临写生，不是纯写生。你要纯写生的话，那你的心态意识得好，挺好的才行。这个就是你平常的积累，你得有点默写能力。你平常多抄多那种模仿，是吧？多临摹，你脑子里会有一些留在你脑子里的一些固化的一些设计思路。就是大家说，经常说我画谁的，你模仿谁的比较好？你喜欢谁的你就模仿谁的。你喜欢说明你对他有共鸣，有共鸣的话，这就是你以后的路，对吧？以后你的大的方向，你就临摹他你喜欢的就可以了。画自己的画看不出问题来，眼高要眼先眼高手低，然后再手高再眼高，眼先高手再高，得多看多积累多思考。我原来有个同学，还不是我们班的，有个同学特别喜欢借别人的硬盘，然后借硬盘干嘛呢？就是哎呀，你那个图库给我拷贝一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啊？你把你的图，你积累的图库给我拷贝一份。他买个新电脑，把别人的一张一张下的图给他拷贝了一份，但他也不怎么看，重点是他不看。所以说他虽然有一堆图，但是不看的话，他没有这个积累。还是最好是多看啊，多积累，一张一张自己去找寻自己喜欢的东西。速度提高，速度其实今天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大家看一下，反正基本上这种画法不会太慢。线很陡，线陡这个东西也要练，线是要练的。对，手绘我觉得大家不能丢，因为现在都画 CG 都不画手绘了，手绘不能丢，我觉得手绘要画，线也要画，不能完全丢掉。
因为你用你拿一张纸，对吧？你没有电脑，拿张纸，你想画出一个东西来，设计一个东西出来，你用线特别的快。阴影的时候没有勾选，没有选那个锁定不透明，这个动作画出去。哦，没画不出去，是因为有选区，有那个选区的，我只是隐藏了。光滑就是用刚才那个涂抹，你也可以慢慢画得很光滑，但是就是比较浪费时间。人物线稿参考，我一般是这样的，我画写特别画写实的东西，我先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要的一个大概的设计跟体型，然后如果有些地方我很纠结，比如说有些这个结构什么的很微妙的地方，我会找在网上临时找一些参考，但是只是看一下参考一下，就是不临摹，临摹的话你就成别人的画啊，就是参考，比如说这个膝盖的后边的那个结构，比如说腋窝的那个结构。线稿设计一天几张吧，每张上三四个，我就一天，有一天画了20个，就这种小线稿，现在我画这个小线稿一天画20个，就随便画呗，可以细的，你想画的你画细点，粗略的，变有涂抹，变油油的是不是你画的比较油，质感画的比较油，你像我这个头发画的就比较油，你看我这个画的头发，因为它有小亮光，你油可能就是你的亮光提的太亮了。涂抹工具参数好像差不多了哈，跟刚才的那个问题接在一起了。薄涂厚涂，薄涂厚涂其实很好理解哈，你可以去百度搜，就上面都有，应该都有讲到。薄涂的话就是日式赛德璐那种，有的也有一些水彩质感的，但它都属于薄涂，也有线，线都存在。厚涂的话就是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线，像现在这张的话，重要的一些亮面的线都被我涂掉了，厚涂比较立体的质感的这种。老师。花纹的书籍网上很多，其实我觉得找寻自己喜欢的花纹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我现在不会画花纹，你给我推荐一个我学一下就好了，而是你自己可能就为了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你可能就要去不停的找到一个自己的花纹，喜欢的东西，喜欢的风格的花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二期班我们再考虑哈，就是说因为第一，哎，你说是因为这个下面的老师已经开始了，你看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看今天我们好的行的，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然后差不多了哈，谢谢大家的陪伴，能够跟大家一起坐在一起交流也很开心的，其实有大家的监督，我觉得我画的特别快，是不是以后我画画的时候大家都监督一下，看我画画，我画的会比较快，也不会墨迹什么的。好了，行，大家那么再见吧。然后，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哈，公开课还是一直都会有。好的，大家再见了，拜拜。啊，老师再见，辛苦老师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主持人再见。啊，再见。啊，那么我们刘炫老师的公开课就到此结束了，然后幽灵老师的。